船车上，向各位乡亲们恳求问好。一月十三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、为基隆一起打拼，一起努力，让我们台湾、让我们基隆再活一次的更好。距离2024总统及立委大选进入倒数计时阶段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在安乐区党籍市议员郑凯琳、秦真以及于三发和服务处主任，也是前市议员沈义传等人力挺下，开始从自己的本命区，也就是安乐区进行车队扫街拜票，穿梭大街小巷，受到民众和支持者的热情欢迎，尽全力争取民众立委票投五号林佩祥，总统票投三号侯友宜、赵少康，政党票投九号国民党。离投票日只剩下四天，那在最后这几天里面，佩祥就会做全市的车队扫街。当然，第一站就是我最熟悉的安乐区，我会请我们安乐区的我们党籍的议座一起帮我加持，然后在我们安乐区尽量获得我们区域所有好朋友、所有乡亲的支持。那之后会在每一区我都会做车队扫街，然后在最后几天了再努力一下，获得我们全基隆市的支持，不只帮佩祥五号自己拉票，也帮三号的侯友宜一起加油、一起打拼，让我们在一月十三号有一个满意的结果，让我们能够实现政党轮替，让基隆变得更好。投票前最后三天也将在全市其他六个区进行车队扫街拜票活动，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。票投五三九，幸福九九九，五号林佩祥，五号赞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